来自指导者群体信息，关于当前东欧的转变。通灵奥西纳瑞恩，本周来自扬声大师、银河系、地球元素、仙灵长老、天使军团、大天使和其他被称为指导者群体的神圣存有的指导。瑞恩，大家好。本周我首先邀请仙灵长老，然后是我们星际国度的家族，向我们讲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在世界不同地区看到的武装冲突，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令人不安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希望这些美丽存有的智慧洞察力，也请求他们赐给我们更高的能量，以便我们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和相关问题，并大力帮助那些现在正在受苦的人。有时，我真的想知道现在发送和平、治愈和更高的爱的能量，对他们是否有帮助？这几乎像是对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的否认。欢迎朋友们，我现在就让他们透过我说话。仙灵长老们说：欢迎，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我们很高兴今天能与您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的答案是，是的。向这些亲爱的人们发送和平的能量，尽管此时你可能会感到奇怪。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络和电视转播的图像，因为新闻媒体以非常直接的方式为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东西。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破坏的能量，尽管破坏并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然后你会感觉到这些可怕的情况就好像发生在你自己的后院、你自己的社区。你自己环境中的真正平静几乎感觉是一种异常，因为你和其他人对战区所遭受的苦难的同理心经历深深地融入了你的能量中，以至于其他现实感觉几乎是对痛苦的否认别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你生活在相对和平与平静的氛围中时，你就能够向所有现在受苦的人提供爱和支持的能量。尽管他们的地球自我陷入了黑暗时刻，但你可以召唤他们的更高自我为他们提供内在的寄托，即使他们为失去孩子、家园、社区、家庭而悲伤。一切都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因为由于现在地球的扬声性质，中东或东欧和其他地方的冲突不会沿着与过去的冲突相同的路线发生。你们和许多其他国家现在正在克服的是一种感觉，即人们必须选择一个政治立场，然后发起支持这一方和反对另一方的论点。就好像政治权力和不满才是眼前的真正问题一样，它不是。亲爱的伊们，当前真正的问题是，人类正在以自坠入三维以来从未做过的方式收回其主权。你可以看到并感受到人口之间旧的、错误的界限和界限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那些旧的谎言才是真正的侮辱。瑞恩，我想问一下，仙灵长老指的是欧洲和美国正在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吗？因为，当我看到数百名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信仰的人聚集在纽约市中央车站，说不是以我们的名义时，我热泪盈眶。还有其他示威活动，所以我会把精灵带回来，来回复。仙灵长老们说：是的，我们确实提到了这事件和类似事件。然而，我们也提到了在以太中发生的灵魂团体之间的伟大会议，在这些会议中，你们都在精神上聚集在一起，
根据地球上的能量转变来创造整个群众运动，包括释放长期迁入地球上某些地方的黑暗能量。这些外部示威本身就很强大，它们证明了人类最近集体做出的决定，即不再对任何人来说不仅是一个政治选择，而且是一个扬升时刻。当这些亲爱的人们在中东受到攻击时，人类正在经历一个敞开心扉的过程，这需要所有人唤醒他们的意识，不仅是对全球社区的认识，而且是对普遍一体合一的认识。当生活在非战争社区的任何人看到黑暗事件的图像时，你可能会体验到幸存者的内疚感，这对同情心的人来说并不罕见。在你们的星球上，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感觉，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信仰、种族、取向等而受苦或死亡。然而，许多人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遭受痛苦或死亡，得到了大部分不同群体的全力支持。他们支持诽谤某些群体或个人，宣称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些人成为目标或消灭。现在的突破，亲爱的伊们，尽管是在严峻的情况下发生的，但大多数人类都反对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计划。这其中包括许多在其他生活中也会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请知道，这些亲爱的人们在转世之前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来体验战区，即使在很小的时候，也是在灵魂层面充分了解和理解他们选择出生的事情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进入许多灵魂团体自愿承受苦难，但矛盾的是，这些苦难却将人类团结在一起。让你们所有人团结起来，反抗战争机制，反抗集权统治。这甚至可能发生在那些自称为民主国家的国家，并勇敢地面对针对手无寸铁的公民的暴力行为。他们这样做不是以政治的名义，而是以他们自己灵魂成长的名义，出于多种原因，以协助整个人类在意识上提升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容忍大规模谋杀的名义。曾经只需要一点挥舞旗帜和爱国主义的措辞，就可以让人们相信战争是前进的唯一出路，而现在在所有更高的光降临的面前，这些借口和伴随的大众精神控制形式都消失和削弱了。星球所有更高振动水平的意识现在都在人类经验中觉醒，因此你可能会感谢那些在这个时候勇敢挺身而出并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以此作为全世界数百万人进一步觉醒的一种方式。尊重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牺牲，他们更高的设计，连同他们自己从地球和他们自己的灵魂中释放这种形式的黑暗意图的愿望，已经扩大了他们对人类能力的认识。当你们站起来时，瑞恩，谢谢你们，我的朋友们，感谢这些美丽的仙灵长老们。我们现在也会请求星际国度的家族来协助我们。星际国度的家族说，大家好，请知道现在发生的这一切中您并不孤单，我们积极参与甚至援助那些遭受子弹袭击和建筑物倒塌的人，我们非常在场。我们的飞船在天空中被发现，因为我们选择揭示我们的存在。我们参与疗愈保护生命，并协助那些在地球上建立和平的最前线的人们。我们正在与盖亚夫人、地球母亲和其他行星和恒星系统周围的许多人合作，以便
建立人类所需的能量形式和大规模觉醒，以推动政府停止所有战争行动。你知道，人类精神的扁平化是其基础，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人口减少，以及所谓的自认为优于所有其他种族的群体的建立。最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民基本上已经看透了这一点。这当然是第三帝国和第四帝国的基础。假定一个群体对所有其他群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黑暗外星人的存在强烈参与其中，这是你们的历史书大部分没有记录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们现在与你们站在一起，在第五维度时间线上消除这种存在，不是透过暴力，而是透过意识的力量。尽管像这种过渡看起来很困难，但你仍然正在进入五 D 结构，其中战争不允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愤怒的旧秩序来说，这种崛起的运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渴望阻止那些正在成为地球现实的事情。一个和平、合作联系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是一个生命体，与它所有的孩子一起被包括在内。没有等级制度和食物链存在的黑暗和受伤的男性气质。那么，对于如何帮助这些遭受苦难的亲爱的人们，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会说，将他们置于圣日耳曼、扬声大师圣哲曼的转化紫罗兰火焰和神圣女性能量的白色火焰中，将他们保留在玫瑰光芒和造物主神圣之爱的心中。你们都是造物主的一部分，让你们所谓的领导人知道，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疯狂行为。世界大战及其资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亲爱的伊们，沿着你所能达到的最高振动水平生活，每天静心亲近大自然，对自己和他人发自内心的善意，不要让战争场面的刺耳、愤怒的震动成为你这一天的主要存在。在你花时间安静、静心、进行积极的体能训练或呼吸练习之前，不要看或听新闻。不只向那些受伤的人送去爱，也向那些受伤的人送去爱。他们非常需要这样的爱与光，他们可以进入并返回源头的光之门户正在关闭。他们现在必须做出决定，无论是支持生命和神圣之爱，还是反对这些。尽管他们可能出于恐惧而选择留在黑暗存在的掌控中，但他们的道路可能仍会引导他们回到所有生命之源的家，因为他们愿意成长并重新开始。因此，我们鞠躬感谢所有星际种子和地球上所有的光之使者，现在所持有并深深植入地球的生命和能量。一万个太阳的光，我们向我们的一种家族鞠躬，以便他们再次献上美好的言辞，因为他们也是星际种子。仙灵长老们说，啊，非常感谢朋友们。我们只说，每次你聆听优美的音乐并让它触动你的心，每次你给予哪怕是最简单的祝福，每次你大笑或走在外面，真正看到一草一木，感受到关于你的空气，在那一刻，你将勇敢地面对所有对生命的反对，超越那些统治了太久的极少数人的恶意。我们会说，与其用震惊、悲伤或愤怒来对抗他们的方法和影响，不如远远超越他们。神圣的爱是你透过门户加入这个星球上更高道路的唯一方式，它在等待着你们。对于那些来到这里的人来说，这个门户永远不会关闭，因为爱你们的地球母亲自己已经等待了这么久。
请别再等待了。你们来这里是为了提供你们长期以来渴望的东西，就像母亲张开双臂迎接冲向她的小孩一样，你不会被剥夺你们都梦想的拥抱。那是一颗和平的星球，并重新加入你们银河系中那些主张和平的人们。我们感谢你们，亲爱的伊们。我们向您的优雅、您的勇敢以及您参与这一伟大时刻的决定致敬。无论看起来多么黑暗，一切都将安好。我们所传递的爱远远超出了你的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何时里，亲爱的伊们，我们永远与你同在。来自指导者群体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